到娘家了，七哥。走过去，走过去，走两步。七哥。二少奶奶。哎，小严来了。二少奶奶。哎，小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是我们家太太想见她的那个外孙和外孙女，所以呢，让我接你们过去住几天。你捎个信儿来就行了，还亲自跑一趟。可是这豆官旗官现在太小了，上路不太方便。要不然我跟你回去，把干娘接过来，到我这儿住几天。我们太太说了，还是请二少奶奶抱着孩子去一趟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带着马车来的，还有士兵守卫，所以没什么不方便的。行，亮儿，你去把豆官抱过来。哦，对了，你顺便跟大少奶奶说一声，我抱着俩孩子去看看干娘。哦，啊，来，好嘞。哇，九儿，可把你等来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快来，老娘抱，这大老远的就听孩子哭。九儿，就是你不常来，你要常来，这孩子就不那么认生。快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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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进去。九儿啊，你以后真得常来看看你干娘和我。是是是，都是我不好。那个我也没啥可带的，从家里带了几坛子酒。哎呦，那就是给你干娘最好的礼物了。快进去，快进去，好好好。哎呀，这俩哭的。小严啊，待会儿把这酒给我搬进来啊。是。走了一路，累了。哎呦，真是孩子，说睡就睡。让他们睡吧，咱们上这边来。坐坐。哎呀，你看看，都说隔辈儿亲，隔辈儿亲。我养了仨孩子，你干爹老说我没点当娘的样。这个事儿，现在我都当了奶奶、姥姥了，我才知道疼孩子是怎么回事，真是看不够啊。九儿，就是你离我住得太远了，要不然我真想把这两孩子天天搂在怀里。干娘，我听说你有两个亲孙子，干嘛不接到高密来啊？别提了，干娘我生了三个孩子，现在没了俩，就还剩一个儿子。以儿媳妇的意思呢，就不想让他当兵打仗，在家里做点小生意。可是你干爹这个人啊，是最看不起生意人，加上韩主席又比较器重我这个儿子，就一直带在身边，不让他回家。这儿媳妇儿可就怨上我们俩喽，一气之下，带着俩孩子回到西北老家，躲在那个小城镇里过清静日子，从此也就不让我们见孩子。哎，你说这对当爷爷奶奶的来说，这个惩罚算是最大的惩罚了吧？是啊，这女人跟女人斗啊，最狠的一招，也就是孩子了。九儿，你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娘了，以后做事情可要为孩子着想啊。那是当然的。干娘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就是想外孙外孙女了。啊，那个你干爹可能有话要跟你说。知道了。当家的，当家的。啊，朱豪三。哎，过来。哎，明白。去吧。知道了。哎哎，九儿啊，哎，你听听，你听听这干娘，就你这干娘，满高密的人没有一个敢这么直呼的名字，就他成啊，高兴了朱豪三，不高兴了朱骡子，还老骂我金无毛肥，怎么脚不干净啊？那是干娘想让干爹干得更好，升更大的官。我去给你倒点水啊。九儿啊，这官啊，什么时候能当到头啊？重要的是为官一任，要造福一方，
要给百姓啊留下个好。那如果这么说啊，您已经做到了呀？哎呦，你可不知道，我连你干娘都保护不了，知道吗？前几天，于占鳌把你干娘绑去了。是吗？我和于占鳌已经很久没来往了，这事儿我倒不知道。干娘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我倒想于占鳌能把我当亲娘一样孝敬着呢，但是他不愿意，我就回来了呗。今儿啊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们俩能断得了吗？我知道，你们私底下还有来往。我还听说，这俩孩子是他的。今儿告诉我实话，这俩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是单家的。我倒希望他是于占鳌的。干爹，这话是啥意思啊？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这孩子要是于占鳌的，那他就有软肋了。那他可以别的什么都不管，孩子他得管吧？你要是同意，就拿这俩孩子做诱饵，诱他出来，让我一举灭了他。我早就听说了，单家的两兄弟不是早就嚷嚷着说，这俩孩子不是单家的种吗？还要赶你和你嫂子出家门，霸占你们家的家产。哎，现在我把于占鳌给灭了，死无证据啊，那就没人说这孩子不是单家的了。你呢，带着两个孩子守着这么大一份家业过日子，岂不更好？九儿，我说这女人啊，一旦要有了孩子呢，就都是为了孩子活着了，是吧？你看啊，你跟那个于占鳌要是还有关系的话，那就是你干爹强人所难了。可你不是说你已经跟他断了吗？你们俩没关系了，你还有什么顾虑呢？啊，再说了，于占鳌他只要活着，那官府就得追他，单家就得逼你，那附近的土匪也都得盯着你那俩孩子。你说你一个女流之辈，你怎么保两个孩子平安长大呀？啊，那于占鳌要是死了呢，那就一了百了了。虽然孩子没有了爹，起码他能平安长大呀。你好好想想。干爹干娘，你们今天叫我带着孩子来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呀？没有，那倒不是，是干娘我真的想外孙外孙女了。干爹干娘是要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啊！我早就说过，我这两个孩子是单家的，跟于占鳌没有半点关系。我也没有办法帮您把他引诱出来，就算有，我也不能这么做。难道你们要我恩将仇报吗？不然，九儿啊。这个世上有很多种义，做人讲的是仁义，男女之情的不是仁义，那就是食色性也。大仁大义才叫仁义。高密匪多，你帮着剿了匪，这叫大义灭亲，这才叫大仁大义呢。这一点呢，我和干爹干娘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了。治理高密是官府的事儿，我只管我自己做人的事儿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只知道知恩图报，别的不知道。至于大义灭亲，我和于占鳌不是什么亲，更谈不上什么灭。
于占鳌喜欢过我，这是事实。干爹您要是信任我啊，我可以去劝劝他不要当匪，你也放他一条生路。这件事情啊，我倒是愿意做。他于占鳌就是个土匪种，改不了。这句话我从您嘴里听了不止一次了。于占鳌他之前是靠自己的力气吃饭，到底是谁把他逼得当土匪的？莫非是我？那还有谁呀？九儿，你要再这么说，就不是我的干闺女了。不是就不是呗。干娘，天不早了，我也得先回去了。我走了。九儿，你走可以，孩子留下。您说什么呢？旗官你带走，豆官我留下，我保他平安，用完了毫发无损还给你。你和于占鳌有过节，跟孩子有什么关系的？你为什么非要打孩子的主意啊？我说过了，为了治理好高密，消灭高密的土匪，可以不择手段。你干爹这也是被逼的，不如你就依了你干爹吧。九儿，你就先带着齐官回去，把豆干娘您别说了。我今天是走不了了。可以走，孩儿得留下。您想好了？早就想好了。行，我儿子留下了，我也跟他留下。这孩子啊，离不开娘。这样吧，我让我家丫鬟啊，把齐官带回去。行。我把他叫进来，你跟他说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去找他。而且啊，您还不能跟着我。那可不成。干爹，朱县长，您这是要逼着我和我儿子一块儿死呢？您要是不介意，您的手上再多沾点血，九儿也是做得出来的。豪三，九儿不是已经答应他跟豆官留下了吗？哎呀，谁家还能没有点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啊？你就让他自己去说吧，啊。九儿，记住我一句话，你说的关乎你儿子的命。丽儿，姐姐，咋坐了这么久啊？我都急坏了。齐官，你把齐官抱回去，我走不了了。咋了？那朱朝三想用豆官把于占鳌引出来，然后抓他。这老头看着人模人样的，咋这么狠呢？你把齐官带回去，交给奶妈，然后去大余家告诉于占鳌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他都不许出来。哦，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无论朱朝三用什么样的办法，用我或者是用豆官，他都不许出来，明白没？哦，明白了，快去快去快。九儿回来了。哎，那丫头走了？走了。都说什么了？能说吗？能啊。说吧。我让他回去告诉于占鳌，让他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出来。什么？九儿，朱县长，您就是把我和我儿子逼死了，你也伤不到于占鳌半根毫毛。哎呦，九儿，你看你怎么了？刚才还干爹干爹的，这会儿怎么就叫上朱县长了？来，咱们再聊会儿天。什么干爹呀，都只是说说。他如果真的把我当亲闺女的话，怎么会用他的外孙当人质呢？成。
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干爹，我也不用对你客气。孩子是个好孩子，可惜了的有个当土匪的爹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我用定了，我倒要看看于正敖他出来不出。您是一县之长，是官儿，连土匪都知道道义有道，您连土匪都不如，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干娘，您口口声声说疼豆官，那您就帮我照看着点儿。哎，你上哪儿啊？看来我是得在这儿留下了，您就得给我一间屋子吧。我这有点累了，想去歇会儿。不过呢，我也顺便说一句，我这儿子被你们扣下了，我这当娘的手无寸铁，也救不了他，所以就只有跟他一块受苦了。在我和我儿子不能平安回去之前呢，我不会吃你们官家的一口饭，也不会喝你们官家的一口水。九儿，你看你这孩子，哎呦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有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嘛。啊，来，再商量商量。我的屋子在哪儿呢？你是想让我住院子里啊？小严，县长，安排房间。是，哎，你得抱着孩子呀！不抱了，我这孩子是你们扣下的，就你们带吧。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我逮不着于占鳌，还治不了他吗？他当娘的不顾及孩子，咱们管他干嘛？马上给于占鳌送信儿，孩子在我手里头，我看他怎么办。媳妇，我别说了，别说。媳妇，咱们到家了。媳妇，咱们到家了。奶妈，奶妈，你快快快，这种残废没烂呀。哎，孩子弄坏了，媳妇交给你了，我还有急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媳妇，你等姨回来啊。那样，你这慌慌张张的去哪儿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大少奶奶，是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，跟您没关系。混账！这个家我管着，有什么事儿跟我是没关系的？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二少奶奶不是带着孩子去看朱县长吗？结果那个朱豪三他突然翻脸不认人，愣是把二少奶奶跟豆官给扣下了。他扣豆官干什么呀？他想用豆官把于大哥给引出来。大少奶奶，到底是惹出事儿了？大少奶奶，我走了啊！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找于大哥，让他过来投降啊！去去，赶快去啊！这个天杀的，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让他赶快去给我投降！快去呀、啊！吴妈，哎，把罗汉大哥给我找来。哎哎哎，哎，等等，还是我自个儿去吧。慢点！哎呦，大少奶奶，你别着急，慢点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大少奶奶，怎么了？哟，看你这脸急得煞白的。罗汉大哥，那个不要脸的到底给家里惹出事儿来了。豆官让朱县长给扣了。朱县长说要拿豆官当人质，引那个姓于的出来。罗汉啊，你说你上回救他干啥呀？他说早早的被人给抓了，这现在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大少奶奶，那您别急。二少奶奶呢？我怎么知道她在哪儿啊？这个不要脸的肯定也没脸回来，搞不好还在那干爹那儿吃香的喝辣的呢。可怜我这豆官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还不如死了呢。大少奶奶，您别着急。那朱县长好歹是个当官的，他得讲理呀。就算是豆官和于占鳌有啥关系，他不能伤一个孩子吧？再说了，二少奶奶不在那儿盯着呢吗？他那烈性子你还不知道。要我说，大少奶奶保住身体，咱在家等消息啊。罗汉大哥，我是急里忙里的头一个想起来的，可就是你啊！你咋还能这么说呢？这豆官都让人当人质给绑了，我这大娘还能在家里坐着？
赶紧，你吩咐人给我套车，我现在就要进城去找朱浩三。您找他能干什么呀？我要我的孩子呀！这豆官要是真有个好歹，我就一头撞死在他大堂上。于大哥，哎，于大哥，于亮，于大哥，你干啥去啊？你家主人咋样了？他在朱县长那儿陪着豆官呢。于大哥，我姐姐，你别骗我了，朱浩三已经给我送过信了。这狗东西！于大哥，我姐就是为了这个让我来的。她说了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不许去。我的女人和孩子在朱浩三手里边，我能不去吗？你去了就上了朱浩三的当了。他那边那么多人，你一个人去了不是送死吗？那我让他们替我受苦。我姐姐说了，她让你相信她，她能让豆官平安的回来。她是为了不让我去，拿话哄我呢。于大哥，于大哥，你不能去。你是大人物，你是大英雄，你不怕没女人没孩子，豆官没了你还可以再生，我就可以为你生。你疯了！把手松开！大哥，你不能去！你不能去！你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能去！这次你满意了啊？你成天说他是官，我是匪，让我想他，可现在呢？他居然绑了我的孩子！这事儿我无话可说，但是你不能去，去了你就回不来了。他不就是要我的人头吗？我把人头给他，大哥。如果你死了，弟兄们一定会为你去报仇的，到时候他们会变成真正的恶匪，还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呢。大哥，这事交给我来办吧，我一定能说服朱浩三放人的。这么长时间你在我和他中间来来回回的，你劝动哪个了？朱浩三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个县长，他不会去杀一个无辜的孩子的。不行，他只给了我三天时间，我不能再等了。那你给我两天时间行吗？两天时间如果我办不到，随便你怎么样。玉大哥，你就相信俊杰少爷一回吧。朱浩三不是给了三天时间吗？最起码这三天里我姐和豆官会没事的。你去告诉那个老贼，他要是敢伤害九儿和豆官，老子会不远万里杀到西北，活剥了他两个孙子。九儿姑娘吃饭了。我不吃，你端出去吧。县长让我送来的，你少吃点吧，我放这儿。我不吃，你拿走。九儿。僧面看佛面，为了孩子你也得吃一口啊！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脾气啊？啊，九儿，有事说事儿，你不能连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？哦，这么好的孩子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啊？九儿，你怎么舍得呀你？你这闺女你可真做得出来呀、啊！老娘疼你啊！有消息吗？还没有。这是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。豆哥，县长，外边有人找。于掌柜来了。不是，是个女人。女的？什么女的？就是单家那个妇女楷模，她非要见你。狗屁楷模，不识大体，算什么楷模？回头我就把她牌子摘回来。不见。你走吧，我们县长说了，他是不会见你的。为什么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你走吧。我不会走的，见不到我家豆官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不是，哎，你干嘛呢？你放开我！你走，说了不让你进的，你敢闯县政府？朱县长，朱县长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孩
是无辜的，你放了我家豆官吧，朱县长。不能进县长府，朱县长不能进。来人呐！大家快来看呐！堂堂县长绑架我家孩子，快来人看呐！来人呐！冤枉！朱县长，还不再去通报一下？你真让全县城的人都知道朱县长绑架人家孩子了？你看我干嘛？县长绑架我家孩子了，冤枉！县长。又怎么了？不是，您不让他进来，他就在门口大哭大闹，还口口声声说县长您绑架孩子，这好多人都过来围观了。小妍呐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这个妇女楷模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本县长我什么没见过，还怕个恶名声？我不怕。县长，还是让他进来吧，外边的人不明所以，听到县长您绑架孩子，这不像话呀。行，放他进来，让他在院子里喊呗，啊，别让他进屋里来啊。去吧。是。走。单春顺，单春顺，别敲了，跟我进来吧。哎，你问他去。我得跟着我家大少奶奶。万一要有个好歹，我得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让他进来吧。走，来，走。您别着急，县长，县长他不会见您的啊。但是没关系，他在哪儿我告诉你。一会儿呢，你就在他门前跪下，他不放孩子，您就不起来。啊，好，你真是个好人，比起朱县长那个不是个东西的，强多了。您别这么说。他也是有苦衷的。好了，就这么办了，你懂了吗？嗯，行。哦，还有，您别说是我教您的。我知道。行，那我先去了。哎。县长，进来了。行，只要不敲外面那面大鼓，站在院子里喊吧，喊下天来没人听见，让他们喊吧。你怎么进来？小妍，谁让你告诉他我在这儿了？让他们出去，出去！没人告诉我，朱县长，难道您忘了吗？当年您赠予我那块妇女楷模匾额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间屋子。哼，那我是让牛粪糊了眼了，早就听说了。你吸了大烟以后，你们单家又买了大烟，都哪儿去了？让谁吸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树你为楷模，睁一眼闭一眼，这事儿也就算了。你可好，复吸大烟不说，还干预本官剿匪，你要干嘛？民妇确实一直在家偷吸大烟，您要枪毙，拉出去毙了好了。可是您不能伤害一个那么小的孩子。我知道你想抓于占鳌，我不是也帮你出过主意的吗？可是豆官是我的命根子，您不能动啊。您信我一句，朱县长，对于占鳌来讲，九儿一个就够了，豆官不如九儿重要的。怎么可能呢？豆官是他的亲骨肉，豆官是我单家的种。是那个女的不知廉耻，她是为了拴住于占鳌的心才骗于占鳌的。于占鳌现在也知道了，所以已经很久都没有来了。朱县长，我求求您，您让我把孩子带走吧，您把九儿留下，于占鳌一定会来救他的。拿我当傻瓜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于占鳌很久没去找九儿了，那说明他们情分淡了吗？男人嘛，喜新厌旧，现在有了新欢也未可知啊。孩儿就不一样喽，自己的骨血，亲骨肉，哼。他可以不为九儿来，孩儿就一定得来。所以这孩子一定得留下，我要用。朱县长，您是一县之长，全县的人可都看着您呢。那别人可以胡来，您不行啊。
您说您剿不了于占鳌，就把孩子给绑了，您让全县的人怎么看您呢？你给我住嘴！你那张嘴喝点马尿，品点酒，还像这么回事？其他事儿你什么都办不成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我还告诉你，上次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就抓住于占鳌了。今儿我可以不用这孩子，这孩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就是你的原因。小严，让他们出去。是，本官要办公。朱县长，您不能这样。您要让我动武吗？朱县长，您要不放邓官跟我回去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朱县长，这不是个办法。小严兄弟，这怎么办？您就照我说的，跪在他面前，他不放孩子，您就不起来。好，您就跪这儿吧。啊！大少奶奶，这地下又湿又硬的，这怎么能行呢？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豆官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，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，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不是，周县长，今天你要不放孩子跟我回去，我就跪死在这儿。要不您起来，我替您跪着啊！我不。怎么着，还是不走是吧？您都听见了，他坚持在门口跪着，说你要是不放孩子，他就跪死在您面前。朱县长，您行行好吧，我家大少奶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他哪受得了这个呀？求求您了。那就跪着吧，跪呗，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跪死。大少奶奶，你这是？俊杰少爷，您看看您夸的好县长吧。他想剿于占鳌，却把我家小少爷绑了来，和二少奶奶一起扣着，不许回家。那九儿和孩子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啊，我们来了也没让见呢。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去找朱县长。张少爷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我家孩子出来，一定啊！放心吧。朱县长，为那件事来的？是。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做什么了？孩子有什么罪？你剿匪怎么能剿到一个孩子身上呢？我老婆有什么罪？不是也被他绑过吗？人家把你老婆绑了，你就绑人家孩子，你这么做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？没区别，我比他们更狠。哼，我前几任县长不都灰溜溜的走了吗？就连我的上任吴县长也横死任上，就因为他们对土匪心慈手软。对付土匪和对付顽民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你只有比他们更狠更不择手段，他们才能老实。见过驯马吗？你要是宠着他顺着他，他能把你踢死。只有你把他往死里整，让他服服帖帖的，他才能任你骑任你打。您刚来高密的时候发誓人过留名，您就要留这样的名声吗？怎么了？我把高密治理得不好吗？我来的时候什么样，现在什么样，有目共睹嘛。倒是你，我让你去帮我剿匪，可你呢，反倒替他们说话。以前还常来，现在是来的越来越少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越来越少过来了，因为我发现。发现什么？我发现于占鳌比您好。什么？于占鳌和别的土匪不一样，他更像是一支地方武装，从来不祸害百姓，不胡作非为，更不杀人越货。他的队伍拉起来这段时间，您没听说过他杀人吧？胡说八道，不杀人越货他靠谁养着？
老百姓。哼，那一带以前经常被土匪骚扰，自从他去了以后，保了一方平安，很多老百姓都是自愿拿钱拿物出来供养他们的。只要是不服从政府管理的，那就是匪，是匪就得剿，要剿就不讲手段。少跟我说这些啊，不用多说了。县长，你想说什么？剿匪有很多方法，不一定要用这个法子吧？我就说吧，今儿一天你没话，我就觉得不对了。小妍呐，别人不理解我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也不理解吗？孩子怎么了？嗯，他的孩子是孩子，我的兵呢？我的兵不是从孩子养大的吗？啊，朱县长，甭说了，再说出去站着，跟他们一起。您太让我失望了，谢谢您了。你也对我失望了？朱县长，朱县长，你是不是想好了，可以把豆瓜还给我了？朱县长，朱县长，还是不开门呐？哎呦，也不开门，也不吃饭，妈妈，连孩子都不要。活该！你说这什么人呢？他孩子不管，我们管他干嘛呀？饭呢？哪还吃得下饭呀？你说这孩子哭的像针往我心里头扎，再这么下去，不出三天我就先死了。你死不了，命长着呢。哎哎，要搞清楚啊，不是你亲外孙，骡子。我跟你说啊，再这么下去，孩子有三长两短，我就先不活了。怎么会有三长两短呢？我又没想把他怎么着，这不是你的意思吗？怎么全赖我呢？你怪我，怪我，我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啊！我去找人，给他请个奶妈，有奶就是娘，他一吃了奶就没事了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别哭了，豆官。